可以啊，你可以放进去。开始收吧。好。这个。那个要放哪里？了吧，嗯，棒棒啊！丹丹还没说完，爸爸帮你把笔收进去。好好给爸爸，好好的给爸爸，放在爸爸手上，放爸爸手上。好，棒棒，还有一本，是不是还有空间？你看爸爸弄，是还没？你看爸爸没法用紧，还有一本的空间在哪里？是不是还有丹丹？是不是在那里呢？地上，那是不是丹丹？是哦，来，这个等到比较紧，不要慌啊，拿下去。刚刚，刚刚说好了，还有这个，这个后面，这个盒子还没完，这个盒子，这个盒子，这里，这边，拿上来，你看，这样子，拿上来，这边，这边。哎，这边好了，这边再转一下，这样子，好了，还有，这边还有，不是，还有书，书，什么书？嗯，他这里。要一大声！小心，还没说完。你要去干什么？你放屁啊！你放屁啊！帅，真的是。要转，要转，手肘，转，对，转，转，好。给爸爸。那个放那里啊，那你这边也都听到。好，到这里，这里也放，刚刚说的都放，这个都放。那个是放哪里的？放那里。然后我放，那你去把车子拿过来。小心那边有一台车子，车子停哪里？车子停车场在哪里？然后把门关上。好，拿过来。停车场在哪里？对，还有别台车呢？怎么剩下两台？那黄色车呢？挺好，对。好，还有嘞，还有什么？沙发上，沙发上有那个乐器，看到吗？沙发上，那个，施永新，那个，沙发上，对。那放哪里的？放哪里？你走去哪里啦？哎呀，这放哪里的？酒哎、欸！放那边。你好，还有嘞，你的小松鼠嘞，小松鼠，还有那个蓝色熊。放哪里？那他的家在哪里？做不了，他没有办法坐着，你让他。伸伸腰，他是我包小时候，他被伸伸可以坐起来了，好不好？知道吗？
知道吗？胚胎，你有学好了吗？你看，它在后面如果有咖啡色熊保护它，它就可以了。好，小松鼠嘞，小松鼠，好，来，截止，截止，截止，放里。